警察吼，你无讲到伊吼，因为惊他袂使有白讲吼。即摆防疫期间呐，安全距离。啊，对啊，咱很会，咱我们注意吼，这都是来自哪里的三个感受，咱听到。啊，当然你会听到，你会感觉讲，你跟我较有关系，有无？有诶，可能是安尼想的吼。有诶，感觉这跟我无关系，那有诶，感觉这跟我有关系，这是为虾米？啊，对啊，咱两家是要感受的啊。你有来用你的心的路，你有去感受到这对你有帮助。你若感觉有念，你就会来念；你若感觉无念，你就会来念。像咱现在活动，咱各位浅浅，我们新春在爱享有一个活动，叫做点灯活动，大家知道吗？有哦，阿伟我不在内，吼、哦，点点要点你的，就是把咱的名，咱的全家福，吼、哦，把他的灯，这个光明灯点在。这一个佛堂底下，那里点灯，一直点到过年后，那、啊、就是让大家能够祈福全家平安光明。啊，大灯是多少？大灯就是大灯笼，一盏是三千。那小灯呢？五百，就是小灯笼哈。啊，那听起来，咱的干部大家都清楚，所以消费集中你掏钱，好、啊、不要弄不怎样哈。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活动之一。哦，有一个活动，啊，这个活动呢，就是嘛，现在靠着咱各位浅浅，你护持佛堂，就是我希望哈，浩学在这边跟大家呼吁，佛堂有任何活动，你哪知，你当查不是，他都要咱真的是讲点头，真正是咱的好去。啊，你哪唔知，人不咱知，咱就自己去衡量，吼、哦，去衡量，就是讲，这本来就是选择问题啦，吼、哦。那他都话呢，咱。早起，咱来回顾一下。安尼，一早起，咱做什么活动？早上做了什么活动？咱这里，好色，咱看什么影片？回顾影片，哈、哦。那回顾影片，了，咱来做什么的颁奖？读经状元呐。哦，状元颁奖，状元颁奖来宾有老菩萨，阿哥有啥？读经之功老师。读经。啊，今来宾，咱的活动就是。鼓励他的话哦，那你表示马凡慈悲，鼓励大家来帮忙。啊，第三个活动是什么？第三个活动是什么？表演。那种两眼水的，是不是看表演？表演。看带小朋友、家长、小朋友表演，是不是感觉真欢喜？有。感觉看海景高级有没有？有。哦，啊，再来第三项是啥？跳瓜。第三项是啥？听歌，政府的祝福，还是好啊！有去哦，南屏山的风，安尼一起来有无？有吗？但是咱人拢做健忘的，你看，咱这下经过还袂出讲的呢。咱亲自家己放在门台拢讲袂出来，有啥物？各位浅浅，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感受？其实做这代志，道理嘛是安尼，咱听过就过。但是咱若该感受，咱若该感动，咱来提起困难的心呢，咱就一直会当去共回味。啊，咱当遇到困难的时阵，咱若听伊的真理，咱会当提起来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回顾，要回什么？要顾什么？咱来回归到咱的本心，咱的质量佛性。啊，都听所讲哦，伊是身佛无对哦，但是讲伊咱敢是身佛？啊，无信心呢？修行是佛，哎呦，咱讲明咱叫是身份，修行是佛，咱是不是身份？是，修行是佛。你怕不爱听麦克风啊？哦，你再闭嘴啊，好听啊？咱是不是身份？是，修行是身份。爱这个气势，气势你就赢一半哦。啊，人啊气势无就你就输一半，所以你看你是爱赢一半输一半哦，这真重要。那么咱今仔的回顾活动哦，就已经接近到一个尾声了哈。啊，台中阿姑真好，咱准备看姐接收了，咱呢掏钱平安果，待会会试果，给咱数个。咱呢目前的三点师都会试果，每个人一颗。所以等一下，请咱各位真好，爱排队哦，爱依序，然后呢爱讲一句好话，爱讲一句好话，开张开，哎呦妈，你莫卖讲了呀！你也卖客，卖客不要紧。师傅，就是要你讲一句好话，一句好话你讲出来，上上第一个先首当其冲。你讲好话，上先第一个得着。啊？谁先中？自己
哦，你讲好话，第一个自己先受用。各位浅浅，另外那一题哦，你做好事，讲好话，第一个先受用的是家己，不是别人。所以邓姐要提捧果的时阵，咱讲一句啥？讲好话，对，讲好话，你讲好话嘛会使。哦，你讲新年快乐，平安健康，好不好？你想要啥，你就来讲啥，好不？啊，你若讲啊平安多赚钱哦，啊，你就平安多赚钱。永乐哈，就是要先从说好话开始。那现在活动到一个尾声的，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恭请我们傅前人为我们致今天的一班词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掌声欢迎傅前人，好作词。好，傅前人准备多坐下，那我们就请坐下。嗯，好，他们不好意思，要请坐下哈。嗯，同样谢谢，同样谢谢。跟昨天来说，阿兰后一年的，阿兰去年的，阿兰可以昨天，阿国是昨天，阿兰不相信，一直给阿兰后一个不是在跳，大家午安。傅前人，午安。今天非常好，但比赛啊，高雄开班三点钟很贵，那当然，今年刚休。三天钟因别人哦，他的经济工作很难过，到他的身体不够健康的话，他几年会几年会死的，难过。我要会几年，但是会几年，难过哟。嗯。这个难过有工作都不叫难过，维持着你身体不健康难过。刚才呢，他维持着你，对，他不会几年难过。刚才呢，我喜欢为我，难过难过。不知道你去给你到后悔吼，就是嘛，今日事实上我以为后悔无，不能爱过，这个贪鬼不是真相，哦，啊，这个贪鬼，我这不够真相，这贪真明理是因贪鬼，反正他不能后悔，那倒不要贪鬼，因为别的问题打过，就是因为贪鬼，作者贪鬼。我当用语言来表达，但是呢，用一个总共的描述叫做平安，平就是拢总平嘛，安、啊、就是总好过嘛。咁是安尼，平啊吼、哦，就是拢总相像啦，安、啊、就是拢总过，但拢无代志嘛，无钱啊好啦，你今日是好啦，啊身体是无健康嘛好啦，啊那平安有好过无？平安嘛是好过，对不对？啊！大家要求平安，那嘛无。大家嘛要求健康，啥物人不爱健康？你话讲，不爱健康，人也瘦，无人要也瘦。大家要健康，较早咱有一个老在时代，但是老岁人在办，老在年岁在。你看他讲出话，他讲出来无？我无咧惊无钱，我惊化病尔。我无惊无钱啦，我惊化病。安尼，我变来要带一个客人，那要，那讲话时阵，那要一日到等伊，啊，佫无变。啊，若无话，无话，有事事唔晓，佫放起来。哎，你是话还可以讲啥？你有平安了无？嗯。你有健康了无？你无健康，佮无平安呢？啊，你若无健康，话你做一无，做一烦恼安尼，有人也无健康嘛？要做代志，最少要做，最少有资料。平安全部袂变啦，啊，前面是落落车啦，哦，十二点啊，再七点啊，再两点啊，再过八天光啦，啊，客无精神啦，啊，无精神就住海里啦，啊，海里要跟你做头人，佫无精神啦，啊，无精神，你靠老师甚物好代志？哦，啊，行行袂行啊，破病，钱啊，因为无健康啊，哦，啊，虽然因为足侪物件就是。中等的心理作者物件，就用一个无健康嘛做成代表，啊，你叫做无健康。先爸爸无健康啦，爸爸妈妈无健康啦，父母父母无健康啦。
开头到尾是讲变成好个健康，对不对？啊，运用两个代表词，叫做健康，叫做平安。迄个无健康，然后健康，万事拢 OK 啦吼。安尼听无？啊，迄个平安然后平，平安平，无论心中怎平嘛，啊，人讲是叫安啦，安就无代志啊，安是安尼。啊，平安到健康，好滴无？好滴无啦？我袂多一点，多啊，多会开，敢听？啊，你若去掠一，啊那是讲锁下，连锁匙嘞，敢开袂开？一撑嘞，夹着就开啊，叭，夹唔着锁匙啊！啊，你夹一对锁匙，开都开袂开啊！但是你硬夹着一支锁匙，把开落，那就夹着去啊！我讲这意思，恁听无？啊，咱足侪人要求平安，要求健康，啊，但是恁锁匙都唔敢去对，要方便，咱要健康，恁这都唔知影。你唔知啊啦吼，咱来遮就是这，咱来遮就是咧求平安，咱来遮就是咧求健康，安听无？啊，咱健康甲平安，咱的心会平。你来到这个所在上做个代志咧，会烦恼做个代志咧。听讲咧讲道理，有道理哦。哦，听人咧小朋友咧到遮跳舞，哦，啊，甚至看这老菩萨。我才八十六岁，还佫会背景哦。咱嘛想讲，哦，这，你着电脑你也顶头头哦。哈哈哈哈哈。到十六岁背景你唔知，对不对？咱年纪人当中，感觉受到迄个啥正能量的熏陶，真热血的。啊，咱年纪的所在，啊，咱听，哦，咱心情咱听人好，咱听人好啊，哦，咱听人平安。哦，啊，咱呐听人舒服。咱是这个平安嘞，啊，咱是这个健康嘞，迄叫做哪？迄两种，一种叫做福报，一种叫做德性。福报就是咱去做来，德性就是去积的，安尼啦。啊，咱这福报，一切物件要解决一切的痛苦，就是平安。啊，一切要解，一切痛苦，就是一切要平安才健康。那这两项有，一切拢能解决。啊，比有这两种就是哪个疾病？诶，人家说我们太少太少病，是不？诶，无好症，真正无好症。但是不是无好症，因为咱无爱食，因为咱袂爱。咱即个讲哦，我来看 OK 啦，笑一个歌啦，吼，啊来遐来遐吼啊，唱落去来做爱。但是我今日才听一日的班，听一半班，那听着我们听班心着惊，啊，才是爱外面，无人要来。啊！若要来唱，听迄条个来唱歌，来唱落个，半暝就去办。当时安尼是咪物件？因为咱人的兴趣下位个所在，人的兴趣下个所在，你会做啥？你瞄到啥啥？安尼尔啦。兴趣下个所在，啊，你会瞄到啥啥？啊，你兴趣若下个所在，啊，你着健康平安。好、哦，安尼对吼、哦，你健康就平安啦。所以呢，今日去咱咧想到，咱咧行道，就是咧拜出去的。真正是拜出去咧，咱真正是咧替咱咧家己咧行个积德咧。真正是咧替咱个家庭积德咧，这毋是拜出去咧。所以咧啦，长期性，咱对修道行道较坚持，拄只帮朋友吼，每年一日发传一日发传人要来。我觉得这个传的基本是这样一样的，厉害，一个我没看到，能生能收了。哦，今个传出来，可能的干部，可能的领导人，哇，真满意，对不对？我听那个，这几年来，这几年班，就代表咱动物变啊，啊，咱动物方便就是咱养气，帮啊，咱这家庭啊，平安，那家庭啊幸福，那家庭啊平安，那家庭啊幸福。啊，这个小人变太平，那么现在变太平嘛？等到有一个失策，就是这个警察过来，爱去帮他。警察过来，你听我，这这这，你听我，我无来，我要
为了咱做这张的事，我唔算咧是波产主义。人就是这个心理呢，我为了遮做一波呢，足艰苦的呢。那要来遐吼，来遐举起头，举起呢，讲举得正舒服，那叫做什么名？你敢知啊？那叫做业命。第一个好康，咱不相信，讲咱外口有今年有咧有只光明的，我对啥讲啊？你健康要变，迄个光明啊！哦，你健康要变，迄个光明的人点对八年开始点点吧，这个都对点八年开始点吧，咱八年二七换当中。好，咱个大趴啦，大趴上大点点起落来，啊三千块。好，我咱一年开三千块，迄我唔是咧讲多啊，我袂讲多，因为唔方便哦。我唔是迄落，迄落人咧小小个讲个广告照片，你看这我唔是迄落哦，我是人报个，大趴三千块，啊细趴五百块，五百，我哩个想讲我经济较袂好，我就讲较细趴。哦，我就专工哦，点个，咱八个拢用着是咧点，敢是？嗯。咱即马倒来咱家己个物事点，咱家己个负担，也无会比咱底下袂比咱做咱家己负担，咱底下也无会比咱做咱家己咱底下，拢系哩咱以和性等，咱爱想用个东西，买一只互咱做基金，第一，互咱保险，第二，互咱家庭光明，大单个，大单一单个光明，安尼好无？我要把上面的咱有在的组长，有在的人才，你看看，他伫这个方面下来教咱的，给这个做咱非常有用心。我知影啦吼，咱硬啊，假设他一定要一百转来啦吼，啊，迄大派那是要有那一百转来，啊，中央大派嘛，可能一转啊，小派那是。三二三十转嘞，吼，重要部分嘞，吼，不过真重要，啊，但是咱无必要，哦，是因为，那无报恁知啊，后面，啊，我有这个代志，我唔知啊，啊，我出面我唔知啊，哦，就对啦，吼，所以通过恁大家知影，第一问题，第一问题，恁等一下，咱输咱就平安过啦，吼，啊，一当结束嘛，吼，咱再成果啊，哦，咱就今年点到当尾，吼。啊，上天赐咱一平安果，咱哪能讲叫做平果，平叫平安啦，啊果叫做平安果啦，咁是安尼。嗯。我拄拄只讲诶，平安甲健康上好个尔，必须我咧平安较好。嗯。较好个对不对？啊，只只是外口有当买个，当买，市场啊，这费用了，你是，可别几十箱嘛，都可别几十箱，无三间啦吼，伊这个机会啦。因为人才变过来，你达世界足清净，佮用着足个感官感受个，直接安尼，甚至佮用各个人个天赋甲天机，咱无做用迄个无人识、无人识个天机，咱无做用。哦，咱个无极上帝，咱去做书，咱做书也，咱信佛老师安灌顶。哦，是啊，即人阿你讲是无错个，你若讲，人以前我记个几个吼，人个几个啦吼。啊，人要上路啦！啊，你听无？买无啦？买袂起，当买袂起啊！哦，啊，我说，老母娘，当我说，你唔免做生意嘞，他毕竟连意义造呀，所以人老母娘无咧，可能真正的意义可能偏安尼，偏安尼对啦吼。啊，即马佫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即个平安果上了后，看咱这边在做好准备嘞，下底吼准备二三十刀，然后你讲知？团圆的威罗嘛吼，别人团团圆圆，团结万化。哦，我请人贵去，请你来，疫情要不要吃便当？哈哈，那就讲，反正嘛，贵啊都袂歹啦吼。啊，咱买当客来讲，
这个疫情啊，为了胃口服务的哈，这个便当客是当有，啊便当客这些是啊，较无营养好食掉，但是我懂，唔好紧啊紧，咱达到疫情，都开始发生了当中，咱的那个面相变了了嘛，父亲，大哥吼，可是有疫情啊嘞，各位时阵啊，迄个都好吼，不三个月啊嘞。咱这是一个来，做便当。当然，咱平常来，你建议是对哦。啊，伊嘛提早掌握状况哦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但是哦，嘛是我不跟你讲哦，就我来给我托，嘛少少啦哦。我你平时在旁边的照片上，可能蛮辛苦。啊，其实嘛，我负责的来对啦，一个人对不对？对啦，老哥你哦，你啊。你那个到时候你那个时候我们家来看看你了。那大家给那个有钱的没有问题。
的铁板哦，阿、啊、伟没有铁板的，我们就站在后面哦，来，一起哦，一起哦。